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迷斯拉。号外号外，想必小伙伴已经知道迷你世界五周年更新出了一个临江先送的皮肤了。今天我也就不卖关子，那就是给小伙伴送一波福利。送福利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皮肤的简介。哇，身上还有一只会吐火的小龙，这莫非就是临江先送的宠物？宠物龙，宠物龙。然后还有龙的脚印，仔细一看，临江仙送看着有点像柳仙儿啊，嘿嘿，柳仙儿的升级版。重点来了，今天迷斯拉也会给大家送出这款永久皮肤装扮，小伙伴只要在此条视频下方留言，被点赞量最多的前三位小伙伴将可以获得临江仙送永久皮肤，还等什么？小伙伴们，我在评论区里等你们。